Hello， 大家好，我是宇，今天要来跟大家评测一款我之前收到的迷你无线麦克风，就是这个利卡的 Mi 2。大家可以发现它跟 Wireless Go 长得蛮像的，厂商有特别跟我说，我可以拿它来跟 Wireless Go 做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有自信啊。不过我们今天呢，先单独针对这个产品来做开箱，关于它跟 Wireless Go 详细的对比，我之后会再做一部影片。那到底为什么它这么有自信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这边就是 Mi 2所有的配件的，它的包装其实也还蛮精致的。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当时开箱的画面。Mi 2它是一组一对二的无线麦克风，他们家还有一组是 Mi 1， Mi 1就是一对一的无线麦克风。定价方面， Mi 1是3800元， Mi 2则是5600元。最近他们会有一个折折募资，上面当然就有一个折折价，那这个价格是更加便宜的。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想要买一组无线麦克风的话，也许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组产品的折折募资。那我也会在折折募资开始的时候把募资的网址放在资讯栏，到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今天先看完这个评测，然后来看看这组麦克风适不适合你。如果适合你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留意的一个产品。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首先它有一个说明书跟一个产品保修卡，然后还有一条充电线。这充电线蛮特别的，它是一个 Type A 的头，然后直接对上三个 Type C 的接口，所以你只要带一条线就可以一次帮这三个设备充电，而且只需要占掉一个 USB 的插槽。接下来是它的主机跟它的两个麦克风，那这个部分细节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然后它还有附两个防风球，那这两个防风球等一下我们也会实际来测试，包含它装上去的松紧度以及它的实际效果。再来就是它有两条的音源线，那为什么附上两条呢？因为它的一条是 TRS， 也就是你可以插到相机上面或者是一般的摄影机上面，另外一条是 TRRS， 这个就是可以插到手机上面。因为以往我们用这种线的话都还要再用一条转接线嘛，那现在有这条的话就不需要再用转接线了，直接就可以接上手机去使用。另外厂商也有寄给我一个领夹麦，不过这个领夹麦它并不是附在 Mi 2里面，它是要另外购买的。那我们今天一样会来测试一下这个领夹麦的一个效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机跟麦克风本体，无论是主机或麦克风，上面都有一个 OLED 的萤幕，旁边这个是他们的电源，所以我只要把它按着 0.5 秒它就会开机，这边也是一样，按着 0.5 秒它就开机。那开机之后它会自动去配对，那你可以在主机的萤幕上面看到目前有几支麦克风连进来这个里面，以及它的讯号强度。那如果我现在把第二支麦克风再打开来，这个时候这边就会再显示第二支麦克风进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只麦克风，麦克风1麦克风2。不过呢，这两个的编号并不是固定的，它是看哪一只先连进来，那一只就是1号，那哪一只比较晚连进来，它就是2号。所以如果我现在把1号关掉，那这个时候呢2号还是会维持原来的2号，因为它在配对的时候它就是配对成2号。可是我如果现在把2号也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连线一次的时候呢，这一台原本的2号它因为先连进来，所以它就会变成1号。所以这是你识别它的麦克风是哪一个号码的一个原理。那接下来呢，这个东西它是有省电模式的，它只要经过30秒它就会熄掉，也就是萤幕就不亮了。那虽然萤幕是不亮的，但是它是有在运作的。那主机的部分它不会熄掉，它只会变得比较暗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像这样子它会变得比较暗一点点，来做省电的一个模式。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主机好了。主机的上面呢，这里有一个 dB 值，这个可以去做调整，它有四段的增益，然后还有一个重新配对按钮。那这个 dB 值呢，我每按一次它的这个地方，这里它的萤幕的左下角，就会显示它 dB 值的增益强度。像现在是第一段，然后呢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像这样子。所以呢它可以去调整它的 dB 增益值。那旁边这边有一个 Type C 的充电孔，这是用来充电用的。那后面这个夹子它的设计也是可以直接插在热靴座上面，所以呢这个东西是还蛮方便的。麦克风的上面这里有一个收音孔，然后旁边一样是 Type C 的充电孔，这个孔则是让你可以外接领夹麦去使用的。
夹子的部分一样可以插在热靴上面，或者是你要把它直接夹在你的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去进行收音，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觉得夹在胸口不好看的话，就另外接领夹买吧。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防风罩，它的防风罩是用毛球的方式，然后旁边这边有两个卡榫哦，应该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就把这个卡榫卡进听筒旁边的这两个洞。好，那卡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让毛也卡进去，所以要把毛拨到旁边去。而且卡的时候呢，你要卡到底，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整个卡进去，好像这样。然后你要确保整个卡榫是有插到底的，这样它才会稳固。好，所以看起来就会像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到底牢不牢固呢？其实我觉得还蛮牢固的啦，你看我这样弹它都没有问题。只要你确定你有压到底，它的这个卡榫有卡到底，基本上是还蛮稳的。好，那甚至说我现在要把它拔开来的话哦，我把麦克风拉下来，然后给大家听一下我在拔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好，所以你们应该有听到刚刚拔起来那个声音的，所以它在拔的时候并不是那种松松的感觉，你只要有把它卡到底的话哦，它是可以蛮紧的。好，所以呢我在拔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稍微有出一点力，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这个毛球整个被我往上拉然后拔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算是蛮有力的。不过详细的防风测试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做啦，现在就是仅针对外观的部分先简单讲解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入声音的测试吧。这一次声音的测试我会跟相机内建的麦克风来做对比，让大家可以知道用了丽卡的 Mi 2之后在声音的品质上可以获得多少的提升。主要会分成两个测试环境，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室内安静的环境，第二个则是室外比较吵杂的环境。那在室外我又分成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在嘈杂的马路边，第二个区块则是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收音的效果吧。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透过这台相机本身的麦克风收到的声音，这里是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你们可以听听看这个声音表现是怎样的。接着让我们换上丽卡的 Mi 2来试试看吧。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透过丽卡的 Mi 2所收出来的声音，不知道大家觉得声音的品质有没有获得大幅的改善呢？我现在在嘈杂的马路边，然后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是由相机内建的麦克风收到的声音，我距离相机的距离大概是1公尺，然后我接下来不讲话，你们也可以稍微听一下环境的声音。我现在换上了丽卡的麦克风，然后我讲话的音量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加大。那你们可以听一下目前丽卡这个麦克风所收到的声音，它的品质是不是有比较好，然后以及周围的环境的声音是不是有被降噪处理过。那接下来我不讲话，你们一样可以稍微听一下周围环境的声音。我现在人在公园里面，离马路算是稍微有一点距离了。那周围有鸟叫声，也有洒水器运作的声音。现在是用相机内建的麦克风，你们可以听一下它收音的一个效果。现在我换上了丽卡的麦克风，然后站在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距离以及一样的音量，那你们可以稍微听一下现在这个声音是不是品质有比较好，那周围的环境音收起来的效果又是如何。好，大家可以稍微的听听看。接下来我要来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它收音的距离，那我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45到50公分，等一下我会往那个方向走过去。那一开始我会先背对着相机走过去，然后看看我走到第几步的时候你们会开始听不到我的声音哦，我会边走边说出我现在走了第几步。那接下来我还会做一个测试，是我面对它的时候，那这个主要就是要测试在这个接收器跟发讯器之间如果有一个人体挡在这里的话，它的收讯效果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开始吧。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9 40 11 12 13 24 25 26 27 38 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5 5 1 5 2 5 3 5 4 5 5 5 6 5 7 5 8 5 9 6 10 6 1 6 2 6 3 6 4 6 6 6 7 6 9 7 0 7 2 7 7 7 8。好，走到这边就不能再走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回去然后做第二
但是我就不确定这样一步到底是不是45到50公分啦。那我一样会算出我的步数给大家听哦。啊，稍微有点喘，开始了，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4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80 81 82 83 84 65 66 67 68 69 80 81 82 83 64 65 66 67 68 6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其实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8 69 90。好，走到这边大概90步了，所以看起来往前走跟往后走，它的每一步的距离是不太一样的，往后走的距离是比较小的。好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次的收音测试。我不确定中间音讯有没有断掉，等一下回去听才知道。平常一般我们在录影啊，是不太可能把距离拉到那么远，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如果收得到的话，就已经 OK 了。那这个距离它标榜是空旷的地方，好像是40还是50公尺吧。然后这个有障碍物的部分是20公尺，所以相信是非常够用的啦。接下来我们要来测试一下它的毛球防风罩究竟对抗风罩有多大的影响。那我们使用的是小型电风扇，我会让它对着我吹，然后你们可以听一下在有风的情况下的声音。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就是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然后它的一个声音哦，所以你们可以听一下我的人声是不是有受到影响。那我把风再开大一点，好，这是它风力最大的时候，那我的距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接着我们把防风罩装上去吧。现在我把防风罩装上去了，然后我们一样用这个风先从低速的风开始吹。好像现在呢它是有在吹风的，那我一样持续的讲话，你们可以听一下有没有受到影响。接着呢我要把风开到最大，好，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的讲话声音是否还清晰呢？好，这个风其实应该算蛮大的了，我觉得模拟强风的情况应该是 OK 的了。最后要做的是这组领夹麦的测试，那我们先把它打开来。这个领夹麦的包装也还蛮精实的，然后里面有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可以让你把它装起来。好，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领夹麦的本体。那它这个领夹麦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锁这个螺丝的哦，所以你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发讯器上面，因为有一些发讯器它是有附螺纹哦，可以去把它转起来固定住的，所以这款是可以接受那一种发讯器的。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把它插在丽卡这个麦克风上面，看看声音有没有比较好。然后这个地方它本身有防喷罩，那防喷罩我看能不能拿起来哦，可以。然后这个上面感觉是金属材质的，好，所以呢应该还蛮耐用的啦。那我们现在把它插上去看看吧。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插上这个领夹麦之后收的声音了，不知道在音质上面有没有改变。那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搭配丽卡的这个麦，它也可以直接插到相机上面，所以我们也来测试一下，就是原本相机的收音配上了这个麦克风之后它的收音有没有影响。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用相机内建的麦克风所收到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把丽卡的这组领夹麦插上去，然后听听看声音有没有改变吧。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把这个线直接接到相机上面的声音，不知道听起来的效果怎样，有没有比刚刚再更好一点呢？接下来我来补充一下我前面没有说到的小细节，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第一个是它的线，它的线在接到麦克风发讯器的那一端都有一个螺纹的一个锁孔，所以有一些发讯器它是可以锁螺纹的，你就可以把它锁上去固定住，来避免脱落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是 TRS 的线，这个地方它是做成灰色的，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辨别这个是给手机用的还是给相机用的。那当然它上面也有贴上贴纸啊，告诉你这个是给手机用的，然后这个是给相机用的这样子。那另外它的这一组领夹麦，我有发现它本身有降噪的功能哦，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它就自动的把背景的噪音给降掉了。这个东西如果你从一开始插上去先不讲话，你可以先听到明显的噪音，就是一般的底噪环境音，但是当你开始讲话之后，它可以把周围的噪音降低，然后加强你的人声。所以我发现它并不是单单一般的领夹麦，而是有降噪功能的一个领夹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这段时间用下来，其实我还挺满意的。第一个是它的价格真的算便宜，然后它的开机也真的很快，按住 0.5 秒，然后就开机，完全没有负担，非常的快速。那在连接上面呢，也是非常的直观，打开来就自动连线配对，而且它还可以跳频，就比较不容易被其他的设备给盖频。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只要关掉其中一个设备，另外一个设备就会自动在两分钟后关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设计。整体来讲，如果你现在手边没有任何的无线麦克风，而你又想要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一组无线麦的话，利卡这个产品是可以考虑的，它的 CP 值真的有出来。如果你只需要一对一，你可以考虑买 Mi One， 如果你要一对二，你就买 Mi Two，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产品。接下来我还会做一部影片，是把 Mi Two 跟 Wireless Go 做一个详细的对比，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希望这部分享对你会有帮助，分享无损于己，有助他人。我是宇，我们下次见啰。